你们晚上停到那里啊？啊。你水都没得的嘛那些。嗯，车我们车上面有水。四川车我都可以说，耍得早的，德阳绵阳啊，绵阳老张，德阳蓝天老豆儿。你如果说再往那边走点儿，如果你想在这儿长过耍几天的话，可以往前面走点儿，就是个八边一号那边个公厕。八边一号啊？哎，都。哎，他们说滨江路那边有个停车点很好啊。要停车到八边一号。八边一号啊？什么八边一号？你加个我的微信嘛。阿龙，你加个他的微信。你加个他的微信。你或者你要觉得他不安全的，可以停到我上面去。我是俱乐部，市场不收费，那这边有工程。哦，那不找你，不找你哈。啊，你说要找你都认得。我还看到了，我都过来关心一下。谢谢你啊。下江边，金南村的那个叫啥子？我突然想不起来。哦，你是房车俱乐部啊？啊，哇，你那个好，你那个房车俱乐部好多钱一晚呢？哪个？房车俱乐部啊？我那里没收钱，我那个是我租的场，租的场地，但是你水电那些都不好说的。就是他那个一天是好多钱嘛？收水电？我是个卖，我经常是要卖车的，我们一直在卖。卖房车呀？啊。我们那个也在卖呀，是吧？可以，我给你发噻。你这如果停两天，我都给你发干嘛？喊别个来看，是吧？哦，要得。反正私下讲好，你要么哈儿，你如果觉得那里不安全，晚上到我那儿去停都可以。我是个市场里头，哦，这边有公厕，那公厕等。要得，你再发给你停车那个位置吧。我下车有车又喊你去耍，我开到我们开了个商务车下来，啊，我都没开房车下来。哎。哎呀，你们成都的，你问重庆老段不？好多人晓得不？哦。都晓得。谢谢你啊。刚才那个哥说把车停在他那里，现在走，我们还在睡午觉。哎，干嘛？把那个老乡叫醒了，他说停车停在他那里啊，免费停车。嗯，他说他刚建起来是吧？好像听的，我听的不是很多，因为我一直在按着半天。你家他微信显示是房车俱乐部吗？对啊，他上面显示房车俱乐部。哦，老段。房车俱乐部老段，感觉都没什么可喝的。阿宁在叫了，让你爹带你出去玩。阿龙，你带半斤出去玩一下呗。走了，带你出去逛，穿个外套先。阿龙，我们后面太乱了，我们要把后面的东西全部放到这个后座。后座已经放满了，现在。没有啊，还很空啊。后座三脚架那些可以放到，放到沙发那里吗？你看你那后面放满了，都没法坐人呢。找个干净的营地，然后把东西就一样一样搬出去，也要重新放整理好。对，到时候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呗，是吧？我想怎么放，哎，咋放咋放。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惠州？我不是等你香港回来了就回去吗？你想早一点回去吗？那我接着睡午觉喽。嗯，接着睡。哎呀，接着睡午觉。嗯，把这个关一下，留一个小缝。睡得可舒服了。好像。充满电了，手机充满电了。你一会儿带我们过去你那个营地是吧？不叫营地，很近的，就在那个上面，离轻轨站也很近，你要到市区里边转就坐轻轨去，停在我那儿没问题啊，很安全的。好，带我们过去。那个我你把电话留在里边。问他能不能拍摄。我们。好。但是你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哈，我待会儿把电话留给你。你把电话留在里边。好。好的。我们能够拍摄吗？就是可以拍吗？都能拍。能拍呀。好的。你说拍了能发网上吗？拍了能发网上吗？就是我们就是旅行发的一些东西。
哦，没事吧？这个应该没事哈。好的，谢谢你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待会儿他走的时候带我们过去。就跟着他走。嗯。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爱好房车的聚集地吧，算是一个，应该是。挺热情的啊。嗯，好热情。我们还在睡午觉就，就说。说我们停在这里不安全。刚刚都下去玩了，你还下去跑了，下去上厕所了。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就这，就这。对对。狗子长大了。